学习华文参考系列量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学习量词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几款月饼。款，用于服装，食物的品种，式样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几粒米。粒，用于颗粒状的东西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名牙医。名，用于人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排房子。排，用于左右横列的事物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碟炒饭。碟，用于用碟子盛的东西，多指食品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批古董。批，用于同时出现或消失的物件或事物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一面墙。面，用于计量墙。选出正确的量词。两枚火箭。枚，用于弹药、火箭、地雷等。谢谢观看。